来吧，漂亮的手语，日程。杜鹃，这位真是漂亮。哦，怎么变身了？那杯为什么一直爆满呢？哇塞，哇塞，杯盖太满了吧！这怎么办呢？激活就对了。这个选小金，选，好，我们就把仙童讲一讲好了。那我们上一集讲海棠，然后这就小乔。我觉得有点扯哎，小乔都出来了是这样，漂亮。